你离开，我知道你今晚一定听得到我讲话，对吗？你拄才醒过来的时阵，你问我迄个问题，我今晚就回答你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是嘞，我的下辈子、下下辈子、下下下辈子，拢袂当留予你。我讲你，你是在我袂讲啥？这个都已经安尼啊，你咪个，你咪个咪个自己啦！如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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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冷静下来啦，啊！下面你还没讲，可你有用意啊？你无讲你的孩子看，你何用阿讲？你今晚一定感觉我心肝最痒的对吧？我不对，我的心肝就是遐尼啊痒。我今晚就到位，我跟你讲好清楚，你对我那是真心的，你那想要牵我的手。你无后世人，你只有一世人，你有听到无？只要你愿意醒过来，好好活落去，我有什么就嫁乎你。真正爱我的人，不会让你离开我，我不准你离开的。你若真正爱我，你不要害我看。你今晚就亲嘴跟我讲，你亲嘴跟我讲你爱我，你听有无？你看，小哥出来天堂啊！志凯，加油啊！志凯，加油啊！你快坚强，快把志凯。志凯，咱两个从细汉就熟识啊。你是我的初恋，你是我头一个喜欢的查甫囡仔。咱两个做伙经历过足侪足侪风风雨雨，本来已经分开啊，啊，不过后来命运佫甲咱纠做伙。我想要是命。我相信天公伯安尼安排一定有伊的用意。可是，你嘛认为咱的缘分还袂了结，你即马试过，你即马试过，干嘛就白鬼看我好无？啊？这个有听无？啊，有听无？啊？这个，小卓，小卓，这个多怀疑，那个我无清楚嘞。好了，你别着急啊，我今天只花时间。志凯，只要你愿意试过来，我就愿意陪你到老。你有听到无？今晚是吴家妹要跟你志凯求婚，你有听到无？志凯，我去的天堂，有听到，有听到。今晚我也去着姐姐，你到底？有要跟我砍掉的无？你若是无爱，我就要放开啊！我真正要放啊！志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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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加油，有听到无？啊！志凯，砍掉！志凯，砍掉！原来你是答应我，你会坚强的活落去对吗？嗯，阿勇好啊，等你好起来，咱就结婚。